大家好，阿欣冰冰，我们的早餐，我的是辛拉面，阿欣的呢是这个我们武汉的好网友给我们送的大热干面，我给他拌开了，两个坚果，黑芝麻，红枣，酸奶咖啡，这坚果还不一样呢，开吃。在南昌吃武汉热干面，嗯，我们还有好几包，太香了。嗯，今天我们就是准备继续往西面走了，但是今天能到宜春市。还有转汤，我可喜欢吃这面了。行，吃完咱们就走喽。我们都收拾好了，就准备离开了。最后呢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注册地，叫福朋喜来登酒店。这个就是酒店，右边那就是正门，从这儿进来。这个营地是完全免费的，有水也有电，就是不知道它免费到什么时候。反正过年前它一直都是免费的，大家可以来这儿注册，非常好。我们出发了，冰冰谈谈南昌的感受吧。我们在这住了也有一段时间了。南昌呢是江西的省会。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，这么官方的，确实是很舒服。我们把南昌也基本都走了一遍，但是我们也没有拍视频，我觉得城市视频可能没有太大趣味性，我们就是享受。之前还有很多网友留言说，这儿你是不是没去啊，那儿你是不是没去啊，其实我们去了，所以我们现在离开城市就去一个小县城。宜丰县新昌湖国家湿地公园，这个注册地儿呢超级超级好，而且它是县中心的位置。对，嗯，这边是充电站，那边是篮球场，对面是洗手间，我们的车就停在中间了。对，然后徒步就到县中心了。拿这袋子呢是想买点黄瓜，买点西红柿什么的，买点蔬菜。还有呢，新哥有件衣服他穿小了，但我穿太大，我就改短一些，我穿找一个裁缝铺，走吧。这儿的天气太好了，太阳晒着，啊，这个你拿吧。我太喜欢县城了，我也喜欢。其实房车最适合的就是县城。对，看我们的车，啊，唯一的房车，应该很少很少。对，好像也是没什么那个对房车来着。充电的话非常豪横，都横着停，你看，没有。对，我们往哪侧走呢？哎，搜一下，甜蜜蜜。冰冰刚才搜了甜蜜蜜，离我们非常近，几百米。今天我们就在这儿跑步。这是我想起来上学的时候跑广场了，你跑过吗？跑过，跑圈吗？我跑过100米和1500米。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呀？我跑的是800米。我跟你说为什么差距大，因为老师说谁想当运动员，其实我不想当。谁想当谁举手，100米的，然后我举手，老师第一次没叫我，因为100米好简单嘛。然后后来我心想，我那么瘦那么小，老师应该不会点到我1500米。我举手，然后全班只有2个是最瘦小的女生，我一个还有另外一个，然后老师说那就你们了。然后你有名次吗？有，我第四他第五。一共几个人？一共5个人，30个人。小唠叨。甜蜜蜜啊，哦，好多好吃的呀，粉面馆。前面有什么好吃的？我要一个这个，这是什么？1元一个呀？4块钱。这物价好低啊，1元一个。对，正常面筋都是13个嘛。或者是为什么？好幸福。嗯。我小学的时候也没有肉丸。嗯。我们现在呢是步行，不到500米吧，去一个小和风补补店。冰冰要把衣服补一下。地图上查了一个缝补店啊，果然就叫缝补店。太逗了，就留个电话，然后没有人。我刚给老板打电话了，老搞笑了。他说那边有拉链，有拉头什么，你看你自己能不能弄，自己弄就弄吧。冰冰说这个人这儿的人是比较怎么说了，朴实啊，确实啊，我马上就感受到了。刚才问一个大姐，老农贸市场在前面，我们去买菜，然后在缝纫店对面有好多私房菜，那私房菜是不是就是自己家做的饭呀？卖的这个就是居民楼特别的多，但是都是那种2-3层的居民楼，嗯，可安静了，没有任何的喇叭滴滴声，也没有噪音，车也少，人也少。我们刚才去那家大姐实在是活太忙了，就这点，我们又找了一个大姐。可以，可以，把那拆掉，要重新来过。真棒！这个怎么算呀，大姐？
这个你这个底下这个拉面要从那个重庆来的，全部要，反正一起也不算少，30块钱呀、啊，嗯，划算吗？还行。一丰县集市贸易中心，这个就是。当地人比较喜欢逛的叫老农贸市场，熟悉的味道，琳琅满目。这是什么菜呀？根茎是紫色的，上面有个小黄花，什么味道？没有味道。大家知道这是什么菜吗？哎呀，还是不能买这种未知的菜，已知的菜你都做不好呢。最后还得买已知菜，买了4根我最喜欢吃的黄瓜，顶花带刺儿的。这儿的黄瓜是4.5一斤。哎，你们那边是多少钱啊？这菜价可以啊，又买了一点小菜，买了一堆不知名的菜，什么菜都有，回家吃火锅吧。冰冰决定要给我做，因为现在的时间已经是下午快3点了，基本上他们菜都关门了，对，点儿过了，一般是2点就关门了。这儿的是属于慢节奏的生活，对，中午的话一般自己当老板就直接回家吃个饭，然后睡一觉，晚上再来开店。哎呀，所以只能靠冰冰了。不过我有个调料，万能调料，现在就是火锅底料。有网友告诉我了，说你做饭不好吃，你就买火锅底料，然后做什么菜都好吃，都一个味儿。我们回来啊，这广场有一个小餐车，哎，冰冰卖我东西。哎，咱们车能弄一个这个不？黄瓜呗。咱卖点啥？卖你的黑暗料理吗？我这手艺，他不给我砸了。我得给大家看看这温度啊，下午3点多，32度车里。前几天我们在南昌的时候，都已经车里都是10度左右。穿厚羽绒服，然后早晚开空调的那种。对，早上洗的衣服全干了。我只有在非常饿的情况下，才期待你的料理。你这么说，我又不小心做了。你忍心饿着我吗？当然了，这个是等会儿我们要吃的，最重要的是它。这么多样菜啊，喝着甜蜜蜜，打着小复古游戏，冰冰给我做菜，这生活羡慕不羡慕？我自己都羡慕我自己。做好了哟，给大家看看、一半都是肉，然后这边都是菜、有香菇、小白菜、油菜、黄瓜，还有搁那个不知道什么菜。这黄瓜怎么回事？熟了，熟了。黄瓜放这锅里对劲吗？没吃过吧？这么硬呢？那可能我怕煮度久了就老了，你吃吧，肉熟了。还是粉丝入味好吃。还是粉丝好吃。我发现个问题，就是你这都吃了，为什么黄瓜这么一摞啊？放这儿，码的这么整齐、啊。给你留着。我不吃。吃完跑步。